我是 Memo， 来自墨西哥。我在中国已经度过好几个春节了，不过今年我在这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可以和我的妻子、儿子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年。我的妻子告诉我，一个有年味的春节需要用各种装饰品带动氛围，比如春联，一年年好，平安事事行。我觉得这是很好，但是我想自己做。作为节日装饰的一部分，贴春联在中国已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。突出它的称谓，桃符是一块没有人和蚊子的桃木，人们用象征着喜气吉祥的铜纸代替了桃木，用于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。等一下，你贴反了。为什么？福倒着贴代表福到家。哦。嗯